喽。各位还记得两年前呢，我跟小伙伴一起 cover 了 Twice 的 I Feel Special， 哎，不是 Feel Special。然后下面呢，就有人留言问我为什么不早提八九支 Twice， 然后这个企划总共花了多少钱？那为了实现你们的愿望呢，上一年呢，我就邀请了 Sandy、雨山、小咪、我、小蛙、思雨、亮亮还有丽姐一起跳 I Can't Stop Me。那这个影片就会告诉你们我们花了多少钱，然后会有很多搞笑的片段。那希望你们喜欢，然后记得开始之前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我每一支更新的影片哦。那我们就去片。请舞蹈老师教舞的话呢，价格时薪可能是600到1200，你可以算中间只是1000。如果我们练一支舞要8个小时到10个小时，如果老师也会算拍摄跟拍的时间的话，那可能一整支舞就会8000到20000。可是老师有时候是值得请的，因为呢分解动作很麻烦，我们现在就是在做这个麻烦的事情，可能要用上一整天。我们一天学得完吗？副歌吗？不是副歌，整支全部啊。很难吗？哇，好了好了，受不了吧。好，我加油。今天请雨山来，就是要教我这个东西。然后我觉得自己练的时候很卡，但结果其实速度一快就会了。好专业！那你这次卡在哪里？是这个，这个动作。对，你在往前顶的部分。对，没有。往前顶。说你要往前，那只有往后。其实他要往前，但他往前的很好看。我往前的很别扭。是他的腰太短。是哦。腿太长了。我的长哦，谢谢。他的腰只有一节的在这里，对，没了。我不知道原来我腰很短，再剩下胸就没了。真的的。教室挤满人的感觉很神奇。这个试驾通常教室就是300到1000，300到800，然后这个是便宜。是不是数据也是你？我吗？对呀。住在景美。景美到这边交通费是？交通费吗？你是说坐计程车吗？因为我坐计程车哦，你计程车花多少？那是计程。屁呀！亮亮从来没有在坐捷运。我先坐公车到景美捷运站要12块，然后再坐捷运大概30块。所以要42块。有人不是坐捷运的吗？你是坐捷运吗？我亮亮家里有300，这个人在虐待我。没有，我在帮你放松啊，拉筋啊。那你要放松我紧吗？我让你不要乱动呀。那要怎么样？这样子。你当做我是调皮。这个不能那个。这边啦，这边啦。发言呢，不能碰。是吗？看我不要弄掉。结果送来蓝色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但是呢，最便宜是可以到55块就有。然后我自己呢，还多买了2个 spare， 就是后背，因为我自己没有像他们那么瘦，所以我就怕我自己穿的不好看，所以我就多买给自己试。还好我还有一件呢，就刚好因为这个不适合嘛，所以就给了雨山穿。这个就是衣服的价格啊，还有鞋子。鞋子多少钱呢？所有衣服加起来好像是6000台币，还挺便宜的。10日送到，所以大家了解为什么 Copper 没办法那快出的理由了吗？耶，好看，可以。然后这个手就是
天是我们拍摄前的第两天之后都要拍了，然后我们现在才来讨论灯光跟摄影。要怎么介绍你啊？我叫品博，然后我是他的同个学校的同学，这样。你这样讲很谦虚，反正我们现在在算灯光要多少钱，然后可能要6000。预估抓6000，就是用一些朋友用友情，然后对，是哦，对，没错，好了。然后因为今天大家这次都比较学生一点，同学的朋友可以来帮忙打灯，对。但如果要请到外面的话，就是他们通常会算班费这样。你说人的钱？比如对对对，比如说我这样今天出来拍摄一班，我可能灯光师就要算一班的费用。好，总之他是很专业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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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有吧，没有很专业，我还是学生啊，对不对？假装你不专业，读书吗？主要是你要今天我们终于人齐了，耶！太爽！对，你希望明天不要错太多次。你们在YouTube看到我跳舞，都有人说我很自信，但是我说那是假。因为那只是因为你跳舞的时候你是舞蹈演员，你明天就我，他真的很紧张，他真的很紧张。我吗？我会，我要哭了。因为他会担心每个人的妆啊，我先哭，就是 check 每个人的发型啊。他是一个妈妈角色。没有，但这不是基本要做的吗？没有，哪有人做到这么多？对啊，不要紧绷，放松，收起来奶油。今天是生日，我没想到他晚上长这样，然后就白天的图比较好看。摄影棚的钱通常是800到3000，然后看那个场地大小跟之类的。然后你看后面那么多人，就是八人团要特别大的地方，所以节能之前了。我们的灯长这样，这是投影布吧？就它真的很大，你看到吗？因为跳舞的时候，我们的头发都会打台风，所以我们有请我们的跟队发型师。嗨，嗨，我是 Gordon， 我是阿莫斯大店的设计师。你好高哦！这是我们的工作人员。Hello， 球球，你的工费是多少钱啊？他走掉了。你不要笑我。3、2、1，我需要音乐了，好奇怪哦。可以。好，我们收工了。这是我的小伙伴，但是我有点怕。但我感觉拍什么东西都这样，到最后在电脑拍上才知道会不会死掉。收工，收工，救救我！
我也很想要那种圆满结束的收工，但其实没有收工都很好。但是我觉得就是今天真的拍起来还不错，算快的。真的吗？对啊，很快耶。想想大家大迟到，不是大家是我海恩大迟到。我没想给你个我这个我已经解决很多年，但我目前还在解决中，还在静，还在就是调试那个心情。我昨天睡两个小时，然后我没有睡觉的时间都在推进其他东西，就这样。我觉得这个要治疗一段时间，真的能够就是好好的就是睡六个小时以上的人是不会管什么法则的，就人生没有法则，就是睡就对了。对了，我们还有交通的费用。哦，对，要给我钱啊，不然我没有钱回家。我们搭了多少钱啊？刚1050。睡醒了大家，这里呢还没有结束，就是我们 MV 还是要有人剪的，我自己剪呢就可以省掉这笔钱，而且我觉得我剪的挺好的，是不是？到现在为止已经不会有任何的花费了，那我们就交给总台去总结一下到底花了多少钱。总台收到了，我们现在来做这个财经总结报告。首先最贵的呢是摄影跟灯，接着就是衣服的7000元。除了6000买东西以外呢，每个人其实都要去修自己的衣服。我们不是有个啪掐腿的动作吗？那像我自己就一定要把裙子收短，还要开叉。练习师排在后面用了6000元，场地费跟在后面，然后是交通费。交通费呢，我自己一个人好像花了700元，那如果所有人加起来，我就不知道总共花多少钱了。总之呢，我给大家的总数可能是抓35000到40000，这个价格不晓得大家觉得贵不贵呢，留言告诉我，因为我也蛮好奇的。当时我是觉得贵啦，因为我们这一次没有要大家平均分开付，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个钱花得很值得，这样说有没有对呢？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，然后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！我不说那些什么小铃铛了，因为我们片头说了，我好像是第一次尝试片头说，怎么样呢？大家觉得？